大家好，我是 Ethan， 我们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感恩节快到了，我们就要来一个介绍我们的办公室。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这现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好的办公室，这么好的摄影棚，让我们可以来 interview， 因为我们之前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去做 interview 的，但是有了这个办公室之后，刚好就有大选，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办公室来做更多更多不同的事情，所以跟我们一起进去吧。来 ，camera 跟我一起来。可以看到这是平常Ethan在坐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我们桌子不够高，所以他们去 Costco 买了切菜板，所以各位不知道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切菜板，然后那个就是现在他们平常录影的时候会看稿的读稿机的地方，他们平常是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就会坐在这边，那如果爱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放两个椅子，然后把这个东西移走。对，道具人很好很好，快快快快快，就会有两个椅子在这边。好了，那呢，有的时候特殊时刻，我们就会把这个拉开，看到这个吗？认识这个东西吗？这就是平常我们 interview 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有候选人坐在这边。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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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这就是我们的 recording studio。然后你可以看到，平常都是绿棚，所以呢 ，Felicia 都要花很多时间把背景 key 掉，一点都不像夜店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往办公室走。好看完了我们的摄影棚之后呢，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正在使用的设备，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快来吧。就是 Ethan 平时工作的区域，我们会这样子，他会在这里来写稿子哈。那这里呢就是 Priscilla 会坐的地方，然后呢到这边来就是我会坐的地方，这些都是我工作非常得力的助手，这样就是我们的办公室。看，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黑板，然后呢这个是我写的字，然后办公叉，然后这个是 Ethan 写的字，然后呢这是我写的字，我写的字都比较圆，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字，他想写的是什么？什么挑衅？对，你们知道吗，他本来想写的两个字是什么吗？是挑衅。他不会写，他挑衅怎么写？信，哎呦，真的很像那是办吧？对啊，是挑办吧？我讲，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最错误的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字不认识，你就念半边，这样导致错误的几率非常大。哎，我还有个问题，这边怎么会有个吉他呢？难道是 Felicia 都不弹的吉他吗？对，是我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拿它来敬拜，然后唱诗、祷告之后，开心我们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这叫衣帽间吗？衣帽架吧，我们可以随时的在这里，就是来看我们要什么衣服。感恩的季节快来了，大家看多么漂亮的衣服！你知道这个衣服是谁做的吗？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姐妹，她叫做 Vicky，Vicky 自己设计自己做衣服哦。这衣服我们都已经穿了一年多，你看质量多好，非常软。所以感恩的季节哈，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保守派精足的企业。不要再去花钱买左派的衣服了，七八十一件，一百多一件，干嘛？对不对？自己穿也好，送人也好，大家赶快去下单哈。我们可以把那个链接。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衣服身上穿的那一件？哦，对，你不说我都忘记了，我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啊 ，VT 姐妹做的，你看看，太棒了！我这个礼拜要带敬拜，我就打算穿她做的衣服来带敬拜，是不是太棒了？敬拜团哈，去买的话还有特别的优惠。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注着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冰箱。对，然后在这里呢也贴满了我们这样做的单张，非常棒哈！如果要是大家喜欢我们的施工或者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来支持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一看，就我们冰箱里面我们一般都会吃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冷冻食品吃的非常多，如果大家要在美国的话，或者你在台湾也知道开日客嘛 Costco 啊，我们就会去 Costco 买很多非常好吃的东西，而且价格又非常划算。首先来跟大家介绍 Ethan 的最爱，每一天都要吃，
一天不吃就要生气的一个东西，就是鱼条。这个鱼条呢，我跟普塞拉还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伊森就非常喜欢，一顿饭他可以吃掉十几条。然后呢，这个鱼条非常方便啊，拿出来的话在气炸锅里面炸一下就可以吃，一条就是这样子，炸完之后就酥酥脆脆的，跟麦当劳的那个鱼堡里面的鱼很像啊。这个是我们买的第二包了。之后吃完了之后，我相信伊森还会再继续买哈，所以这个应该是会一直在我们冰箱里存在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冷冻的饺子，气炸锅炸完了之后酥酥脆脆，里面还会流汁，好好吃哦。还有就是我跟Persela 特别爱的鸡翅，这个鸡翅也很好吃，而且包都很大，每次中午一下弄十好几个，然后我们三个就可以吃得非常开心。还有这个也很好吃，推荐给大家，非常像油条虾，就是天妇罗的炸虾 tempura。 好，那今天中午呢，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打算吃，我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呢？我们今天中午要去 Costco 买东西，跟我们一起去 Costco 吧。好，我们呢今天已经去 Costco 把吃的东西买回来了哈。今天吃的非常好，有肉有虾还有菜，菜在锅里还没好。今天我们吃的是rib， 这是我觉得 Costco 里面最划算的一个东西，排骨了，就是对烤的排骨。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 cocktail shrimp， 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划算的东西。感谢耶稣，让我们又可以一起在这边吃中餐。请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有桌上食物，让我们可以越吃越瘦，越吃越健康。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门。阿门。这个祷告已经祷了快两年了，这样祷告不代表本台立场。然后这个 Brussels sprout 也是我们非常爱的一个，因为价格很便宜，然后它是冷冻的。一个大包里面有四个小包装，好好吃。我一直都想知道它跟那个原来那个就高丽菜，它到底不太一样。但是它你不觉得就是小的高丽菜吗？长得都一样啊，然后大小，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橘子跟橙子的一个概念。你又想提橘子跟橙子？对，各位观众可以在，这是我们讨论了大概两年的一个话题。对，我不知道这个话题到底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但是每次他们两个一讲到这个就乐此不疲。对，就是橘子跟橙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请观众在下面回答一下。我想问的话就是在台湾不分橙子跟橘子吗？因为在中国的话橙子跟橘子分得很开，他们两个管橙子就叫大橘子，就是没有橙子这个东西，对吧？就管橙子叫大橘子，就是大橘子、小橘子，或者也可以叫大橙子、小橙子，反正就只有一种，就那个东西。对啊，橘色的就叫橘子。对啊，任何橘色的都叫橘子。对啊，然后你也可以叫它橙，等于算是这是一个破音字的概念。嗯，对，所以我就是一直告诉他们说，什么样的东西叫橙子，什么样的叫橘子。我买来橙子。少数服从多数啊。啊，对，我们三个里面呢 ，Priscilla 就是。最厉害，他的所有的 technology 里面最厉害，什么网站啊、手机啊，还有各方面的。然后我们 YouTube 的 Outdoor 那些东西，几乎全部都是他弄的。他就是一个非常不可缺的一个人才。我们两个如果没有他的话，还是活得好好的。是会活得好好的，但就是会麻烦很多，然后整个品质会下降很多。因为我们不是很懂那些就是 social media 或者什么的那些东西。嗯，哇哇，刚热的肉。你看我们的东西真的全部都是 N 点牌，像这个叉子是我们去真道羚羊堂去年的时候晨祷会的时候他给他们送的。对，这个事工真的是每一个月都是神迹，不然我们三个就完全没办法存活下来。嗯，对啊，所以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做这个样子的事情。所以这同时也是希望跟所有的人讲说，你如果想要做一个事工的话，真的是不要害怕。我们三个那时候真的就是凭信心，然后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一毛钱都没有，真的是一毛钱都没有。然后还有这是正义的味道的马克杯，然后说你还没有正义的味道的马克杯的话，欢迎去我们的Coffee 的网站上面购买。
哦，然后还有今天看到那个 Abundant Glory 的那个衣服，可以在我们影片下面都有所有的这个连结啊，他们都是长期以来赞助我们，然后呢支持我们的这些公司。一年以来，我们可以算是第一次自己养活自己。嗯，你们的感想是什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感觉爽，爽啊！太爽了，太爽了。嗯，啊，然后对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我第一次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对。然后，但是我工作的会更努力。对。就是尽管没钱，我也会拼命的去做，因为这是为我自己的。信主了之后，你终于找到人生活着的目的还有意义到底是什么？嗯，我以前做过的工作，你说我喜欢吗？还不错啊，我在做的时候我都觉得还不错啊，不讨厌，不讨厌的。然后你说我有没有热情去上班，也蛮有热情的，但是只不过就是不知道说这些东西的具体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不知道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就不知道说干嘛，就是我做这些是为了赚钱嘛。嗯，那你觉得这个目标就好像不怎么样，就这不算什么目标，就是什么就什么，我做这事是为了赚钱，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你虽然上班有激情，但是又没有那么有激情，因为你是为了钱去做这个东西或者干嘛。嗯，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镜头前面太严肃了，你知道各位，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在办公室里就这样子，哎呀，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如果说一开始就有 follow 我们的话，我们他一开始的第一串节目是讲那个加州的法案，你记不记得？2020的那个选举，对对对，渗透型，对对对，他一上去，那个 camera 一开，他马上就，大家好，我是可丽莎，我就哇，讲话就跟那个央视主播一样那一种，然后我就哦 ，OK。然后他就是一直维持这个样子。那我是跟他是完全相反的，我是私底下比较，我私底下比较 serious 吗？没有，你也没有比较 serious。对啊，我也没有比较 serious。所以说我就是一个镜头前面跟私底下是。那你也不太讲话。对。除非你要讲腔。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就来录一集就讲我的腔的。那你自己录好，我们自己录啊。